边，天王达这次找到滑球线，王雪峰，王雪峰对一对上张琳转身，这下打了命中。哇，王雪峰这球展示非常良好的基本功。组一，组一，现在39-32，开眼花。三分卫队已经领先了7分，吴林佳需要有一些表现，现在找到自己的队长，看看在第一位这一下中距离，铁血魔咒张殿良，张殿良两分非常之可。两边相差5分，39-34。看看张楠从右侧突进，这球一直在回到弧顶，10秒进攻时间。接下谢广达，这个三分个人表演。庞沙库里个人表演，谢广达。42-34，三分为了三分，现在已经微微的切到这边。冉继轩来到场上，调整后卫线。吴汉宇，吴汉宇这次在罚球线遇到堵截，冉继轩交给第一位，看看铁血魔兽张殿良。篮板球，球被蓝队队员碰出界。攻联防，攻联防二，攻联防二。来到三分位的进攻，谢广达在命中那个三分之后显得非常从容，而这边领事被放空。你怎么能放空一个三分的投手？这就是代价。完蛋了，三分卫连续的三分球已经领先了11分，而郭汉宇自己选择进攻，要赶紧为球队止血。在分差连续被扩大的情况下，郭汉宇挺身而出，躲开三人防守，上篮命中。张楠，张楠这下给到王晶，提神。王晶在中路想要突破，李龙哥防得不错，看看谢广达这一下算是一个小打蛋。别过去，这么远的距离，谢广达，哇，篮板球，王晶这个拼抢相当的机敏，这一下裁判鸣哨有犯规动作。王晶别过去，他一打一。再给外轮战队来点加油声吧，黄金迷你小车轮，黄金迷你小车轮，黄金迷你小车轮，上了上了，然后不利用掩护，冉继轩获得三分出手机会，漂亮！冉继轩这个三分，及时的帮助球队缩短分差，45-39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！这一次三分命中之后，主教练不敢怠慢，马上暂停。走下线的时候快一点，你完全就是被噎死了。哎，你这一下你要走快一点，不要让他投得那么轻松，但是他投得很坚决，因为他落后很多了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攻联防，我说了打二，落好位置，清晰一点。第一节破了很多次211的，直接多打少得分的，要抓住的机会，后面位置没有了。打二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、四、五，啊，一样走是吧？走，是吧？下顺，是吧？到这里，我们这样，我们6分车，我们这把就是防个定人，我们这把就防个定人，不211的，就防个定人，防成一个争取打一个，行吗？咱们就别漏人。其实怎么说呢，他们这把投篮太准了，今天，这有你们的原因，也有他们手感原因，所以说你们现在气儿被他们压住了，我们需要通过防守倒过来。现在我们防守就是老漏三分，大家气儿不足。现在没事，咱还有时间，3分钟6分，1分钟6分，咱能撵上。投，继续投。对。一二三，行。一二三，三分我们准备。来听听蓝队的加油声，黄金迷你小车轮。
黄金迷你小车轮，一三，走走走，王家蒋子龙重新回到场上，南京轩在防，两位后卫的较量，这次基地找到齐晨，犯规，这球给到蓝队的防守犯规，走画的那个在这边走，在这边走画的那个，背护，要球啊要球，边线球发出，王金拿球，这边交叉的跑位，掩护之后看看王佳一，这一下。再给到王金，再传球出界，蓝队球权，不要犹豫了好不好，李大连打篮下，打篮下，打篮下，冉敬轩刚才有一个非常饥渴的三分球，给低位队长李江林，在关键时刻看看他的表现，这个位置非常深了，转身过来没有打中，王金守得不错，这下还在抢倒地，看看三分位拿到，给到王佳一，王佳一一对一，防守犯规，造成防守队员犯规，没招了，比分45-39，王佳一罚球两次，好球好球，掌声鼓励一下佳一，篮板篮板，球人球人。第二罚命中，领先7-46-39，快点，快点！冉敬轩，好，来来，后边过到左侧，接掩护之后，传传球找到郭汉宇，看看郭汉宇再传，冉敬轩这球强投，篮板掉下来之后落在张天良的手上，看看郭汉宇这球太难了，篮板弹出来再到里面，而这一次，哇！现在没有疯狂，八秒时间再出手，命中郭汉宇。郭汉宇关键时刻冷静出手，为球队赢得宝贵的三分。比赛越难，我越强，这就是郭汉宇。46-42，两边瞬间只差四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姜子龙在这个时候。是不是球场的稳定器？没人防守，王佳一，哇，王金，这时候这个篮板太关键了，他们直接获得多一次的进攻机会。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出手，这下篮板球，向子龙。没有那个，哎，不不，这个球怎么就是这？我先推的中球，俩人一起落地。我比较判了中球，这边球白的55，技术犯规罚一次，这次给到向子龙的技术犯规，所以要判给对方球队罚一次球，向子龙没关系，来各位掌声也送给向子龙，鼓励一下，罚了罚，你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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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最后一分钟时间，46-42，黄金迷你小车轮还落后四分，现在场上每一分都可能决定比赛的结果，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意外的机会，缩短分差，来准备罚一次，这球没有罚中，吴廷佳